又带你长大，在那深夜站吧，我管他是真是假，情侣真情言吧，忘记中意的他，你是主位人家，你知道吗？心语的话，心语的话，心语的话，我想要多你回答，在那深夜酒吧。我管他是真是假，情侣尽情要吧，忘记中意的他，你是最迷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大背头 BPG 舞池里的零零七，东北清代 BPD， 敌机场我也摇旗，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，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。别停，在你胸口比划一个破腹拳，左边右边黄圆筒，两个食指就像两只春天红，是想闪耀的灯球。心里的话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哪怕他是真是假，情侣尽情摇摆，忘记中意的他，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。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伟霆跟楚曦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欢迎陈伟霆。大家好，我在《宠儿》里面饰演的是赵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钟楚曦，然后我在电影《宠爱》里面饰演的是方欣。好，伟霆，你觉得你会进精致组还是粗糙组？肯定是粗糙，是不是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昨天录节目，然后呢就直接过来了。然后呢，其实我里面穿着我的睡衣的裤子，好，然后外面还穿了一套衣服，然后呢，我看到网上粉丝拍完之后，以为这是陈伟霆的内裤。伟霆要分享的精致好物是什么？现在在这个阶段呢，我给大家个优惠价了啊，那这个呢，就是看起来了像面膜吗？是面膜吗？像一个面膜，像一个面膜，对，它是一个吸油纸。Wow. 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女生，尤其是男生，我们经常出油的那一些东西啊，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妆容。伟霆，伟霆，你是在哪学的这种主播的腔调？不是，因为我最近买了一台电视机，就每一次开电视总有10秒到20秒的一些广告，就是别人，然后有一些朋友就一直在推销，然后就。突然这种的感觉就是，你就学会了，像他们一样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不知道可以买会员就可以跳过那些广告吗？一看就活得不精致。请你购买一下我们的会员。没有买会员。好了，我继续了。好了，那这个呢是个吸油纸，但是呢也不是吸我们脸上的油，那吸什么呢？吸菜里的菜油。对了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喝汤，广东汤，但是呢经常因为材料特别多，经常会有油，这是肯定的事情了，所以我经常呢都会准备这个。哇，之前这个汤是特别多油，可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我就想喝这个油怎么办？那你就真的应该坐在第十位。谁天生想喝油的？韩青子，我就想你就可以吃这个纸。来，韩青子，你这样，他喝汤，你就干了。对，我再来一张。可是这个汤没有这个油就没有这个味道了。哦，不是，因为油对身体真的非常不好。都放就成白水了，这个。那就很方便的去。哎呀，这个汤都快没有了。我现在看过去，我以为是一个空碗。你带的非常好，但是我担心你甩不出去，伟霆。
来准备陈伟霆的第一次尝试，每个人只有两次机会，你们两个的结果注定了这一轮比赛哪一队能够获胜。3米5，把鞭子放前面，这样好甩。对，哎，对，好，来，放前面试一下。对，好，伟霆找到方式了，准备三，啊，小心小心，3、2、1，走。没有能够进入到射程范围内，如果是在这个成绩里面的会到4米5，但是很遗憾没有能够在射程内。准备计时开始。喂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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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滑滑滑滑滑。喂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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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滑滑滑滑滑。真的要卡这个边，不然你会往后滑。对对对，会滑。你用脚卡这个边，你的方法是对的，但你要卡边。对，来准备走。拉住啊，拉住啊，走，我就我鞋有点滑。有点滑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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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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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沉了。对，这个、说不定我们还有赢的机会。我们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好好，有机会。好好好，有机会。慢点慢点，控制住控制住，差一点。咬到了，咬到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好，那么。